云清，明天我们就要比试，你我只能有一人存活，那人必须是你。幽河，你我皆知，要将这些年来的噩梦结束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唯有将那人杀了，才能离开这里。你天资聪颖，本事比我高，相信再过不久必能胜他。云清，答应我。我的好徒儿，你下的毒可真让为师刮目相看呐、啊！这生不如死的痛楚真是太美妙了。不错不错，你果然得到了为师的真谛。我现在就帮你医治。云清，不要了，要让我活，只有一个方法。你竟下得了手？因为幽河不会杀我，幽河不会杀你，那他呢？你杀了幽河哥哥，我要你偿命。看来兰香也陷入幻境之中，必须速战速决。好，其实这场战斗云清如果被打到平死的话是有人帮他复活了，所以我们可以试试看。希望有了，不然贫血都白死了。不过云清的攻击真的蛮强的。那平时也蛮难的。好，我们试试看。据说我看攻略是说，蓝斗还北斗啊？应该是北斗嘛，北斗会出来帮他。快啊快啊快啊！小子，还是我来助你一臂之力吧。有了。还会回血吗？哇！
好多 buff， 好多 buff。哦，强！先解决就左边，其实不帮也可以赢啊。螳臂挡车。buff 跟我犯规吧，你伤不了。这补血吗？好，赶上最后一集。螳臂挡车。哎，躲个屁！第五天灵一长阳一，我果然没看错人呐，你将北斗之力驾驭得很好。虽然你不想承认，但你终究继承了我北斗星轮。与其想方设法摆脱，不如好好体会与运用。记住，你只需要一个师父，而我北斗才是你最好的选择。我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。哼，我所赋予你的能力可是很多人求都求不来的，你却只想摆脱我。若非有我，你早已死了无数次。这幻境，你能轻松突破？你能救他？哼，臭小子，与你说话简直会气死。你受伤了。方才好像看见小哥哥被你杀了，然后你的伤是我动的手吧？我欠佑和一条命，就算你要杀我，我也不会还手。为什么？只是一点小伤，无需在意。看来其他人恐怕也遇上了同样的麻烦，我们一边前行一边寻找他们的踪迹吧。哦，北斗出来了，神元。哦，要两个神元出来啊。不管你怎么想，反正你已经是本神的继承人，心怀感激的使用我所赋予你的力量吧。还蛮帅的啊。若非我现今止于残魂，又何须寻找继承北斗星轮之人？
本以为找到一个不论本质还是天赋根骨都是最上乘的，却没想到那小子简直就是颗顽石。喂，云青小子，你过来，让本神看看你的功夫是否有进展。不劳阁下费心。你说什么？臭小子，你可知道这星轮可是天上天下人人求之不得的宝贝，想要的人都派到天边去了，你竟然……你已经说了无数次了，请另择他主吧。你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。玄冥之息，可溶于烧房卷气。我现在都还没有融合啦，因为想说最后一站再说。那等级七才有啊。哇，这个哇，这个不能吃啊！我好像没办法生的、啊。好，先这样。装备，残阳。吉祥如意，好，就这样。寻找伙伴，先存个档好了。你身处在不周山之中，你务必要留意镇守者吐蕃的眼睛。任何活物，只要被他发现，魂魄必遭其所收取。你不需为我担心，更好，我会护你周全。帅。云青就是帅，先存档再说了。存档，好，好，我们继续吧。那我们现在要走哪里啊？这边是我们刚才过来的地方。好，往前走。这边有几个道具还不错，然后九姨的尸体遗物有两个。哟、哎，这是谁？一个人站在那边不知道干嘛？哦，乙怎么？好。长星剑紫色的，先生，听说雍和阁是你亲手所杀，但你又为何对我百般照顾？你又想知道？待我们平安离开此处，我会让你知晓一切。每次都要平安离开此处才知晓一切啊！如果没有平安离开，阿布就永远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刚才那边有一个人，要先过去吗？还是先往前走，不要理他，然后就这样，不要理他。可是这边有战斗哎、欸。好了，我们先到后面好了，先跟他 say hello， 嗨。不是之前那个吗？
很惊讶吗？我虽与游民有关，却不过是天道之下维持生死平衡的见证者、仲裁者。凡人生死，并不能插手。少啰嗦，上次我一定会了解这死亡的好处，还有我这师傅的好处。是吗？哦，没有意义的对话。嗯，这边可以跳过去吗？看起来是不行。OK， 我们往前走吧。好，这边就有一个九魂九仪的尸体。好，来战斗。哎呦，哦，回家去呢。那我们先打这边好了。你想说总会掉下去，奇怪，还以为要重打。这些人是混沌所化，幽冥生于混沌，原来混沌早已侵蚀幽冥之境。小心！哇，还蛮强的嘛。啊，招式还蛮帅的，前期攻击也是蛮强的。补血补全体，但是补血量不够，不够高。辅助技能居多啦，嗯，蛮像毕竟不是主要攻击的角色。招式还要跳个舞吗？傻眼。小心！哦，那就快死了。好，今天我就存个档好了，不然每次打不小心死掉要重打一次，不就很烦？嗯 ，OK， 走，继续前进。还有人呢、啊。
太多人了，可以跳下去吗？所以另外一边开始建立，是从杀了自己的师父鬼一雀鬼开始的。哦，吴老大，哎，这边有东西，那我先去另外一边好了。另外一边看有没有东西。可是这样子会可以再回来吗？哦，可以啦，因为它这个是，这可以，啊，不好跳呢。这个 OK 有了。春雷谷，我一看都知道是蓝香的。哦，原来这个原本就有了，一直没装。哎，这边还有人啊！这啥小？为什么影响打这么多战斗？为什么？园林系列哇，不能用园林哦。小心！还是石林先解决。可是不行啊。我觉得没关系的。要不然这样露脸那些都叫不到。哦，补血不会有园林的加成。那还行，慢慢打就好了。咚，被打还要叫成这样。那不问空气蛮可爱的。可惜了，等一下就放园林招式了。哦，先后顺序有差哦，原来如此。螳臂挡车，哇塞，他防御提升这么高。痛呢？好，看一下。小心！有时候他敌人攻击，我就觉得好慢。再来一发，应该可以召唤蓝朵吧？
哦，受不了，召唤能，我要放园林招式。Go go go！ 既然如此，这命中率提升吗？只是一个简单的对话而已。面蒙雨，这应该是给细雨的吧？好，走吧。怎么上去了？这里。你看，再存一次档。跳不上去，怎么上去啊 ？Hello， 怎么跳上去呢？啊，下来了。不太好控制。好，有了。好，回去存个档。好，我跟吴老都打吧。嗯，哦，又是明胶。好，我们快转吧。好，打完。为什么都没有被毙啊？好讨厌！还有一个九姨的尸体，哦，在这里，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。哦，九姨啊，和九魂啊。云兄，摄日王，多谢，幸亏你们及时赶到。是啊，方才真是吓死人了。
诸位果然本事了得，看到你们都平安无事，真是太好了。是帝君。啊！义父有危险。走，我们快去帮忙。等等，听说吐蕃是大神后土灵魄所化的分身，很厉害的，我们真的要和他硬打。所以要哦哦哦，看来得利用这些符石方可顺利通过。大家站稳了，怎么了？我们先到这边结束好了。千万不要换频道，左下方图片按个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及旁边你让记得打开，这样子我更新影片之后你就会收到通知哦。 OK， 那谢谢大家这几个收看，谢谢，拜拜。